球接的不是很好，鱼的好，再钓，再钓，林志杰，我的天哪，林志杰飞过来盖掉了李慕豪，哇，太恐怖了，林志杰，这个岁数的林志杰还有这样的弹速和这个起跳高度，继续防守，投篮时间只剩两秒钟。空切漂亮，哎，好球，和正面。深圳队在这个时刻还是打进了重要的一球。对，这一球非常非常重要啊。